做到第三代，我们国外的竞争者开始相比，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跟随者，而应是一个超越者。 跟引领者，从功能讲的话呢，就是做血管成像，它不仅做到了小体积，并且它的这个速度也更快，而且它功能上更强，不仅可以看到血管，还能帮你来评估血管深度，这就解决了这个护士在扎针之前寻找血管这样的一个难题。 做的项目全都是紧紧围绕我们这个产业化这边的需求，围绕如何使护理变得更加简单、智能化方向做研究。所以呢，是一个应该说真正有机的产学研结合，关系就很清楚地展现出来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还做新的就是把这个支架用颜色不同的标出来，而且定量测量。我们要做的，我们做技术的人就应该。 把以前那些靠口头相传的、靠经验的东西，如何变成一种量化的东西？最大的难度就是市场教育。在医疗领域，这个会更加漫长，因为医生是应该最为谨慎和保守的，涉及到生命健康的东西，他一定要保证说这个确实经过长期的临床验证，能用，我才慢慢接受它。 我做公司的理念是，就是我觉得一个公司不是越大越好，而是越强越好。深入的做一个小的东西，一个细分领域，把它做到极致，把它做到很。